Learn Chinese Mandarin at mandarinnu.com. Chinese conversation at food market. 情景对话，农贸市场。你今天有事吗？没什么要紧的事。我想去趟农贸市场，一起吗？好啊，我刚好也想买点水果。他们来到了一个农贸市场。苹果很新鲜，买点吗？多少钱一斤？五块。来三斤。多了点儿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三斤半，17.5。还要别的吗？梨怎么卖？梨10.3三斤，再来2斤梨。2斤3两，7.6，一共25。这个梨是坏的，请给我换一个，没问题。这是什么鱼？是河鱼还是海鱼？这叫草鱼，是河鱼。多少钱一斤？28一斤。要一条大的。这条2斤2两，行吗？行。这是什么虾？这是基围虾，50一斤。能便宜点吗？48给你。45，买2斤。好吧，鱼和虾一共151。可以刷支付宝吗？可以的，下次再来。你还需要点什么吗？我还需要点葱和姜。
好像在那边。我们过去看看。If you like my way of teaching, please subscribe my channel and give this video a like. Thank you. 谢谢。